哎，你好，请讲吧。台长，您在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请讲。台长，台长，台长，不是，您给我看一下图腾吧。我是1991年的羊，我是女的。台长。嗯，讲的慢一点，好吧？讲话像沙来一样。我是精神病患者，我是1991年的羊。你想看什么？1991年的羊想看什么？看脑子啊？对啊，就是脑子，我有点控制我。我看一下。啊，有个灵性控制你的，很厉害的。我知道。嗯。麻烦了，控制你很长时间了，听不懂啊？我这些我都知道。哎。欠情啊，欠感情啊。嗯。但是是上辈子吗？应该是吧。嗯。可是我这辈子我又没有处过对象。嗯，你赶快念小房子啊！台长，但是他控制我，然后我在念经的时候，我就会破口。就算不念经的话，我也是天天从早到晚，我就不断的破口，我的顺口溢被很大程度的控制。然后我也不在磕头，也是破口，就是我念诵白话佛法，或者诵经，或者诵小房子，念经念功课，全部都夹杂在破口念出来之后呢，我已经念了，去年已经给我看过了，那我从那时候到现在，我已经念过至少1100。就是一张小房子，效果非常，效果太小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您能告诉我怎么办？控制你也得念，他不希望离开你，他就要控制你，所以你就必须要坚强的念。你不念更走不掉他，听得懂吗？只有你把功德给他，他才能走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那台长，我是不是尽管我找找这个口念出来的时间来，效果不好，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坚持念，我才能，我是不是得坚持念？还债嘛，你除了这个还债嘛，你就是肉身还债啊。你要是肉身还债的话，你想想看多痛苦了。你当然念经还债好了。但是我感觉他不只是要离开我怕他还是要把我拉走啊。去年的时候就是要把我拉走。会啊，因为你上辈子欠人家的债啊。嗯。您能告诉我把他怎么了吗？你害了人家，感情上害了人家，自杀了呀！你是个男的，你不知道啊？那现在我是女的。你这辈子女的嘛，就是来受报，让你来尝尝女人的苦啊！我知道，上辈子她是个女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害死她！我跟你说呀，不要这么做啊！这因果就是这样的呀。嗯，你看他都不给他打电话，把他电话都卡了，这个灵性真的很厉害，他都不让台长救他。哎，真的是，看见了吧，把他电话就卡了。哎，现在唯一靠他自己的毅力了，好好念经了，明白了吗？很可惜呀、啊、所以很多人就是斗不过业力的呀。他没有功德，他怎么跟业力呀、啊？没那么就没了呀。这人生无常啊，真的，人生无常啊，真的。哎，众生可怜，人生无常。